真的，我觉得这几天啊，对大家开车啊，尤其受这个天气影响，这一点一定要注意。大家，大家好，我是狗哥啊。最近这两天温度低啊，明天肯定会上冻。我们的车锁车有自动折叠啊，有自动折叠的功能。现在我需要就是说，到车里面把这个自动折叠的功能把它关掉。然后我们现在进到车里面啊，打开这个车辆设置，然后到外后视镜里面把这个自动折叠把它关掉。这样的话，我们锁车它就不会再把这个反光镜给收进来了啊，也到时候省得我们到时候第二天开车的时候这个镜子动起，然后打不开。现在我们在锁车，车已经锁了，看到没有？然后这个反光镜它就不折叠了啊。希望大家在冬季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。然后这个雨刮我们就不立起来了，还是把立一下吧，立不起，放这里算了。到时候开车的时候把这个吹玻璃先把它开启，吹一下。祝大家元宵节快乐。有时候这些车的功能啊，在特定条件下该不用的咱们就不用。像这个车主那这是冻雨，这个地方到时候等下打开肯定会搞不好会把电机烧掉嘞。